马上离开这里。哇，看我们的小鸠讲是灵力很强的人哦，他会听从小鸠讲的命令呢。这样暂时就安全了，应该。小鸠讲，你到底是？哎，通电了，太好了，这样就可以打电话给妈妈和报警了。在走之前，可以让我洗澡吗？全身都湿透，这样我们都会感冒的。哦，嗯，浴室的钥匙好像放在某个箱子里面。哦，你们浴室门都要锁是怎样？浴室门要锁？某个箱子，那就是爷爷房间那个钥匙。爷爷房间的右上角那个小箱子。哎，抬错了。小箱子，找这个小箱子真找了好久。为什么厕所就用来上厕所的啊？你。好，拿钥匙，得到了。拿钥匙，得到了浴室的钥匙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去洗澡了。好，打开了。哇塞，坦诚相见呢，这那个为什么要一起洗澡呢？因为可能会在打雷停电。原来如此，也是有道理的。说起来，我没有可以换的衣服，千岁，借你的衣服给我。知道了。小九讲穿的校服是哪间学校的？和我的校服虽然有点相似，但颜色不同呢。学校，我的学校是林挺的第三中学，是吗？第三中学，没有听过呢。林挺的话，可能我没有见过面呢。好了，差不多要擦干净了。千岁，你也担心妈妈为什么不在家吧？是的。换过衣服之后，就马上打电话问他现在哪里。不要吐槽，我刚也想讲。太好了，小九讲刚好能穿上呢。你的衣服也太梦幻了吧！谢谢。好了，快去打电话吧。哎，可是客厅的电话坏掉了。去二楼我的房间里打电话吧。啊，小九讲，你，应该不是小九讲的问题，是我们的女主角的问题。你的衣服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太梦幻的衣服了吧？到底是古代的衣服呢，还是现代的衣服啊？这是我的房间吗？哦，窗帘突然全部拉上了，很多妈妈买给我的衣服。在家不打算打开学校的课本呢。啊，我也是。好，打电话吧。不行，打不通呢。那么，报警告诉他们有关公车站在那里发生的事吧。请问是警察吗？
有一个男人的男生，怎么办？继续电话。那个，请问是警察吗？啊，完了。哦。干嘛？怎样？哎，为什么？挂掉。这个电话好可怕。好，你挂掉是对的，不然你会被杀掉。有没有可以用的东西呢？得到水桶，又有水桶。你这是水桶制造机，我们的千岁大大。好，那我们应该要出去。哎，有，我们刚看到个东西下去了。哦，一个九头人，这是刚刚在那个墓地追我的人呢、啊。上锁了，上锁了。哎，那我现在要干嘛？我又卡关了，是不是？不至于直接跟我们的那个小舅酱一起睡觉了吧？对啊，很自在的、哦，就直接走进我家，随便走来走去。好，那我去爷爷那边好了，搞不好那边有些剧情。嗯，没有。拿钥匙。欸，他们有说这边可以拿钥匙，寝室的钥匙。寝室，那就是我妈妈、我父母的房间的钥匙了。好，打开了。哎，哎，哎。我还没有看那些纸，完蛋了。是钥匙，得到了后门的钥匙。糟了，这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。邻居婶婶送给我的花长得很漂亮呢，它竟然飞出了地图，太可怕了。很多衣服，很多小东西。那这边应该也是有钥匙了。电脑啊，小舅酱也是吗？这几年上课的时候都要用电脑，有点跟不上呢。电脑是什么呢？哎，哇，那这个小舅酱应该真的是死掉的人。好，那我们得到钥匙，那这个钥匙是看一下后门，有西安安安哦，你好。嗯，玩到这边应该就会有追逐了，我们就是，哎，这存档真的有点不太方便。好，对，他活在不同的时代，他应该是古时候已经死掉的人。哇，这样就出来了，你的心之碎片呢？大众食堂啊，我们先去吃个饭如何呢？哎，不能过去，真奇怪。刚才那个无头男人确实出去了，不知道千岁你看错了吧？真是的，你应该知道些什么吧？不知道，即使知道也不会告诉你。小舅酱真是坏心眼呢。玩到破关吗？不会，今天应该不会。今天玩到11点左右。哦，我先走了。嗯，妈妈，我刚刚收工了。哎，他还没回家。
真是的，我知道了，我去找他。那我先挂了，等找到了再打电话给你。她是我姐吗？臭小鬼，你看什么看？上床睡觉的时间了，快回家睡觉去吧。真是的，一个大姐姐，让开，不要挡路。哎，好像在那里见过你呢。哎，不，我想应该没有的。也是呢，我怎么会认识这么老土的家伙呢？好了，让开，就说你们碍手碍脚的。刚才的人，你认识吗？其实我在学校被欺负，刚才的人是欺负我的人的姐姐，是吗？那千岁，你想象欺负你的人复仇吗？复仇？哎，复仇？如果这样做的话，我会被欺负得更加严重的。没事的，我有个好方法。既然决定好了，我马上去千岁学校吧。哎，现在吗？已经很晚了耶。不行的，学校晚上不准进入的。你在说什么？就是因为没人，所以才要晚上去学校啊。总之，快点带我到你的学校去吧。我知道了。小九讲意外的固执呢。可是要马上回来哦。我没有打算要复仇。穿过公园前往学校比较快。好，我们探索一下有没有存档点。这便利超商还是关灯的，是怎样？哎呀，这个车子也太高级了吧！真的，车子很高级。其实日本很多地方都这个样子啊。就日本地震也算很，虽然人口很多，可地震很大。所以，他说穿过公园，公园在哪里？你跟我说公园，不是上面吗？哎，迷之男，你好，有什么想要知道的？至今的步数1541，存档次数8次，这个会影响结局吗？哎。不是穿过公园吗？啊，你跟我说穿过公园，啊，公园在哪里？作者，公园呢？子子安安哦，作者，公园。可恶，公园不见了。好吧。对啊，一些比较。偏乡的城镇都是比较少人的吧，还是要回家。是谁在深夜里按门铃呢？哦，快！哎。没有人，只是恶作剧的话就好了。哎，可以存档。虽然今天下雨看不到，但平时可以从这里看到星空的。星空，最近很少看过了呢。如果你喜欢星星的话。等晴天的时候，我们再一起来看吧。点点，小九讲，怎么了？不，什么都没有。是呢，有机会的话，约定了。呵呵，我们死后就可以一起来看的。就是刚刚领便当的女生。
应该不会车子来撞我吧？去学校之前，先把木牌放回去吧。完了，要追逐了。为什么这个墓地是要通过地下水道才可以到了啊？也太安全了吧！而且，如果地下水道封起来，那墓地就是没有人可以去的地方了。有点可怕。好，放回去，把木牌放回原来的地方。擅自拿走，真的很抱歉。请原谅我吧。你说你原谅你就原谅你吗？哦，真的太棒了，原谅你，吼吼，太神了。不，快走。好，吼吼，太可怕了。刚那个全部一起冲过来，我会吓到。好险，作者没有做这个桥段。没有追上来，已经没事了。他们已经不生气了。他们愿意原谅我，真太好了。他们都是好孩子，只要好好道歉的话，一定会原谅你的。小舅讲。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他们是相信某个宗旨在此地去世，但是却不幸的不能成佛的人们。虽然有点复杂，就是不能成佛的人们。怎么会？有没有办法能让他们成佛呢？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呢。不要那么轻易的以为自己能够帮助他们会比较好。点点，对啊，他们一定有未完成的事情嘛。如果以日本的信仰来说，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信仰来说就是这样子，你有未完成的事情或者有什么留恋的话呢，就是不能成佛嘛。所以日本没有投胎的概念咯？有吗？日本的宗教有投胎的概念吗？都已经这个年纪了，不会再玩秋千了。小伙心安安哦。你有什么？有心之碎片。哇塞，这个心之碎片怎么那么藏得那么隐秘啊？很美的喷泉。我小时候最喜欢玩这个。然后有一次就摔出去了。从此以后就不玩了。这很恐怖。以前小学小一小二的时候，就高年级生喜欢在外面转啊，越转越快，我就出去了，我就去了，白去安安哦。刚刚什么声音？坏掉了。深夜回我有买啊，只是我一直没有玩完。哇。虽然成功到达学校了，但是太暗了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我们回家吧，连我们脚下都看不到的。没事的，我有两个手电筒。手电筒，这样子应该就可以前进了。为什么准备这么充足呢？对，他提示我们那个可以存档。那刚开始在那个张图的时候，脚步声。难道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其他人吗？这个时间还在学校，真是个坏孩子呢。正好，让我们先发现他，然后告诉老师吧。你会这样讲，你怪怪的。脚步声是从西边传来的。本本很多，然后在学校里抓到一个学生，说
这么晚还在学校，真是个坏孩子呢。都是这样演的，啊，就不说了。一定有很多心之鳞片，我们要小心的啊！被心之鳞片、心之碎片，男厕、女厕，可欺负我的。これって碎片。哎，就是鬼怪的要素已经结束了耶，对不对？鬼怪的要素已经结束了，那我现在已经没有鬼怪的要素了。全校师生注意，最近于学校后山名为雨宿的公车站发生学生失踪事件，警察正在调查此事，请大家不要因为好奇心而因此接近公车站。应该说不要去那个地方，不是去公车站吧？马桶有血，真的假的？女厕马桶有血，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，我是扫，我没有分男生女厕的，就是扫厕所，哦，就扫女厕。然后，有一天真的满地都是血，真的是不得了。他是怎样？满地都是血，好，那不得了，女生真辛苦。好，这应该是水桶，可以存档用的。密码锁，嗯，哦，哇，这个格局真的有点诡异。密码锁，那。下课后不要绕道，直接回家吧。不是，就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，就是弄得满地都是，真的像命案现场一样。然后因为是教职员的厕所，所以也蛮好清，蛮干净的，所以都是只要冲一下水，然后稍微那个刷子刷一刷就好了。那当然冲一冲就掉了，因为这是血迹嘛。可是让我蛮冲击的，因为我们班女生不敢洗。好，我就去洗。好，我们上二楼，因为我们的学校蛮新的，就年纪跟我一样，学校年纪跟我一样，所以就很新的学校。怎样？上面有一个十字镐，我是不是死了？